1970年，一位名叫约翰·康威的英国数学家创造了一个名为“生命游戏”的项目。尽管它被称为游戏，但它并不是你通常意义上要操作游玩的那种。生命游戏是一个零玩家游戏，乍一听可能让你觉得有些费解。生命游戏的运行方式非常巧妙，你只需要设定一些初始条件，然后观察其演变过程，仅此而已。一旦你设定好初始条件，游戏就会自动运行。除了遵循一套简单的规则之外，它几乎不需要任何操作。游戏中的一些图案经过几代演化后就会消失，而另一些则似乎可以永远持续下去。这让我不禁思考，如果一个如此简单的模拟，仅包含少量的变量，却能产生如此复杂的结果，那么浩瀚的宇宙拥有着难以计数的元素和规则，又会孕育出怎样的奇迹呢？那么如果将生命游戏放大到宇宙的尺度呢？不再仅仅是屏幕上的点阵，而是模拟出星系、星球，甚至是生命。更重要的是，如果这真的能做到，我们又怎能肯定自己不是正生活在这样一个庞大的模拟世界之中呢？乍一听，我们所处的宇宙可能只是一个模拟的说法，似乎匪夷所思。但如果你深入思考，这似乎又变得越来越合理。思考一下，我们如何观察事物的呢？我们通过视觉、嗅觉等感官来感知世界，这构成了我们的主观现实，它是基于个体的感受，而你又独自一人存在于自己的大脑之中。所有你观察或与之互动的体验，都不过是神经元以特定方式放电，在大脑中创造出你对世界的观感。那么问题是，你怎么证明自己存在一个客观现实呢？即独立于我们认知之外的现实，一个超越所有个体主观感受的普遍存在的客观世界呢？它是否因为我们的观察而改变，或者它本就独立存在于我们的感知之外呢？听起来是有点绕，但如果你不依靠观察者来定义客观现实的存在，那么又该如何证明它存在呢？比如我走出屋外说天很冷，而你走出去却说热得发烫，这就是我们的主观感受在起作用。这说明在同一个客观现实中，两个人可能会对同一事物产生不同的感受，而客观现实本身，天气只会是寒冷或者酷热之一，不会因为我们两个人的观察结果而改变。既然是客观现实，那么为了证明某个事物的存在，就需要我们在不观察它的情况下进行观察，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。这不禁引出一个问题，你能否证明你意识之外的任何东西都是真实存在的呢？虽然婴儿并不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东西，但他们却能帮助我们很好地理解学习的过程、大脑的发育历程，以及我们如何逐渐意识到周围的世界。你可能透过窗户看到一棵树、另一栋房子，或者停在车道上的车，但其实就算你没有真正望向窗外，也知道这些东西真实存在。这被称为物体恒层概念，意思是即使我们没有用任何感官感知到物体，我们也知道它们仍然存在。不过这个能力并不是天生具备的，而是随着成长逐渐发展出来的。你肯定玩过躲猫猫的游戏吧？当大人用手遮住脸庞的时候，不到一岁的小宝宝会以为你消失了，但当你把手拿开，他们觉得你又会重新出现在他们眼前。不过宝宝们要到一岁半到两岁左右才能理解，即使看不到某个东西，它也仍然存在。这个说法真的准确吗？这又回到了我们之前讨论的主观现实问题。承认，我们逐渐学会了一些东西，即使不被观察也依然存在，但到头来你又如何确定这不是仅仅源于你的主观感受呢？毕竟正是因为意识的存在，你才能进行观察。举例来说，当你注视着眼前的电脑、手机、电视，或者任何你正在观看的设备时，你知道它们都有原子构成，而你所看到的并不是真正的原子，而只是光在你眼中产生的电脉冲信号。换句话说，你看到的一切都经过了大脑的加工处理，是经过了主观解读的现实。没错，你无法直接用肉眼看到原子，只有借助显微镜等仪器，我们才能观察到构成万物的基本单元——原子。如果没有近距离的观察，我们根本无法看见它们。那么如果这是真的话，模拟一个宇宙就会变得简单得多。不过模拟一个拥有数十亿星系、跨越数十亿光年的浩瀚宇宙，将需要极其庞大的运算能力，简直是种浪费。
对高等智慧物种来说，模拟宇宙的难点或许不在于物理层面，而是在于意识层面。也许他们只需要模拟出体验者的意识，就能创造出一个逼真的世界。那么你有没有想过，你每天交流的人会不会根本就不是真实的人类，而是一个由代码组成的高级程序呢？而这个模拟世界所要做的，仅仅是让你误以为周围的一切都是真实存在的。当你玩电子游戏时，你可能会注意到，当你没有注视某个地方时，那里的景物并不会消失不见，因为让未被注视的部分也持续运作，实在是一种浪费电力和资源。既然电子游戏本质上也是一种模拟，那么由更高级文明创造的模拟宇宙也可能遵循类似的策略。当然，对于人类来说，认为自己是模拟世界的主宰听起来有些自负。不过请思考这样一个问题，如果森林里的一棵树倒下了，没有人听到，它会发出声音吗？这是一个经典的哲学思辨问题，同样适用于模拟宇宙的假说。如果没有人会意识去感知，那么树木倒塌的声音，甚至树木本身的倒塌都可能不会发生，因为根本没有必要去模拟这些未被观察到的细节。就算我们之后发现了那棵倒塌的树，它也仅仅是静静躺在地上，仿佛在暗示着曾经的倒塌。同样的道理，如果我们无法观测到哈勃深度视场中的星系，那么在模拟宇宙中，它们又何必一直存在呢？或许宇宙并不是整体时刻显现的，而是一部分一部分随着被观测而逐步呈现。就像我们回首100年前的科技水平，会惊叹于如今的进步一样，只要科技发展保持哪怕最微小的速度，那么一切皆有可能。在未来，无论是100年还是1000万年后，人类的科技发展到拥有近乎无限的运算能力的时候，我们或许能揭开这个宇宙的终极奥秘。我一直在讨论算力和能源，可文明要如何获得如此巨大的能量来源呢？记得小时候玩的俄罗斯套娃吗？一层套着一层，仿佛无穷无尽。宇宙中也存在类似的概念，只不过尺度宏大到难以想象。就拿恒星来说吧，它们如熊熊燃烧的火炉，释放着巨大的能量。如果我们能够利用恒星释放的全部能量，或许就可以同时模拟出数百万个宇宙。但是我们该如何收集如此巨大的能量呢？这就要用到一个名为马特里奥纳大脑 Matryoshka Brains 的概念。想象一下，一支先进文明能够建造某种大型结构，如同俄罗斯套娃般一层层地包裹恒星，这样他们就能利用恒星的全部能量。拥有这种技术的文明应该可以同时作用于多个恒星，从而模拟出他们想要数量的宇宙。其实就算现在我们也能利用计算机运行模拟程序，在更大尺度上展现宇宙的样貌。例如著名的 Illustrate 项目，也称揭示计划，就擅长进行大规模宇宙演化模拟。和生命游戏类似，该项目也属于零玩家游戏。科学家们赋予它一些符合宇宙早期特性的参数，然后任其运行。令人惊叹的是，该项目能够非常精确地在大尺度上模拟我们的宇宙，而这仅仅只是利用了我们当今拥有的计算能力。未来像这样的模拟项目会越来越精细，甚至逼真到难以分辨真假。即便如此，它也永远无法达到完美，因为当我们观测原子时，例如想要同时了解电子的位置和动量，却会发现这是不可能的。根据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，我们对于粒子的质量、能量、位置和时间等信息永远无法同时精准获知。这意味着任何模拟程序都无法完全复制现实，总会有无法完美呈现的细节。因此真正的完美模拟将永远无法实现。即使拥有无限的计算能力，模拟也永远无法完全追赶上真实宇宙的演化速度。就好比一台老旧的电脑同时运行着最新游戏，打开20个浏览器标签页播放的音乐，你就会发现它的性能明显下降。这是因为老电脑的运算能力不足以应付如此多的负荷，只能通过降低运行速度来勉强维持。同理，即便拥有无限的算力，模拟程序也会因为太过复杂而出现卡顿的情况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就是要设定一定的限制，就像魔术师的障眼法一样，通过一些技巧让模拟看上去更加流畅。我们来再想想黑洞吧。当如此巨大的物质和信息聚集在一起时，时间会变得异常缓慢，就好像模拟的创造者为了节省能量
特意放慢了某些部分的运行速度一样。这是否可以解释光速的由来呢？它会不会就是我们所处模拟宇宙的运算速度的极限呢？这一切都无从得知，听起来有些天马行空，甚至疯狂。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思考这些问题。说不定，正是这些看似异想的探索，能够帮助我们找到一直追寻的答案。比如费米悖论所探讨的浩瀚宇宙中，我们至今没有发现任何地外文明的迹象。难道人类真的孤身一人？我们是模拟世界中的程序错误，还是仅仅因为寻找的方式不对？想想生活在海底深处的神秘生物，他们知道我们人类的存在吗？他们是否能意识到自己以外的世界呢？他们知道自己生活在一颗巨大的岩石上，围绕着一颗炽热的恒星旋转，而这颗恒星又属于银河系中心的一个超大黑洞。这个黑洞会吞噬一切靠近的事物吗？我想可能不会。我们会不会就像那些海底生物一样，以为自己周围狭小的环境就是整个世界呢？也许可观测宇宙之外还存在着浩瀚的未知领域，只是因为没有意识去感知，所以它们才不存在于我们而言。那么模拟宇宙的概念是否也能解释多元宇宙理论呢？多元宇宙指的是存在着多个甚至无限个宇宙，就像我们熟悉的肥皂泡一样，一个个悬浮在虚空之中，互不干扰。许多濒死体验者在劫后余生时都会描述一种神奇的现象，他们仿佛看到了自己一生走马灯般飞速闪过，那些珍贵的片段、难忘的回忆在瞬间一一浮现。耶路撒冷哈达萨医疗大学的研究人员分析了多个濒死体验案例，结果发现几乎所有受访者都表示当时失去了对时间的感知。其中一位体验者描述到，时间仿佛不存在了，没有任何线性的流动，也感受不到时间的限制，就好像经历了几个世纪，但又好像一切同时发生。一些体验内容似乎是同时发生的，尽管我的大脑将它们分成了不同的世界。另一位受访者则表示，我可以单独进入每个人的意识，感受他们生命中的痛苦，他们仿佛让我看到了他们内心深处，切身体会到了他们的感受。经历过濒死体验的人就像活过另一段人生一样，体验到了从未有过的感受，仿佛踏入了另一个时空，时间在那短暂的时刻停止了流动。他们能够分析普通人无法理解的事情，就像你和朋友聊天时突然有种似曾相识的 déjà vu 感觉一样。濒死体验或许能解释这种现象。也许在濒死的一刻，我们的大脑快速调取了大量记忆片段，造成了这种熟悉感，但无法清晰地辨别具体经历过的情景。退一步说，或许这正是我们生活在模拟宇宙中的证据之一。